高马立和步伐，沉稳交健。这两位表演者也是参加过无数次武术大赛，获得了无数奖牌，也代表萝岗区参加全市中小学生大赛，获得团体第一名。非常感谢广州市武术协会螳螂拳会的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大家说精不精彩？谢谢各位。那武术呢，作为咱们中国的国粹，是代表着咱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请上我们广州市武术协会螳螂拳会的会长，我们广东省文化协会的副会长，我们这个房地产界的风云人物，中国十大品牌女性梁尚燕女士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梁女士。我们的节目真的非常的精彩，感谢您为我们雅青准备了这么精彩的生日礼物。那么听说啊，今天我们现场还来了一位非常神秘的大咖级的嘉宾，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是的，今天给大家一个神秘的嘉宾，有请严老师，严志图，我看到现场的朋友笑了。严老师呢是广州市粤语讲古，我的广古宅呀、唯一的传承人，他也是广州市螳螂拳会副会长，广州市物质文化遗产，广州市粤语讲古艺术唯一传承人中呢，也是我们2008年奥运会广州火炬手之一。我们很熟悉的广州电视台主讲羊城度有断骨，以及寻根问底远行兜兜有古宅呀，节目的主持人就我们严老师，严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严老师你好，给大家打个招呼。各位首长，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今日就很高兴嘅，就系雅珠两周年嘅狂欢节，咁喺呢度祝贺佢哋能够圆满成功。咁我而家喺度咧，就简单介绍一下螳螂拳的历史。话说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位反清义士叫做余七，他曾经投万贯家财入去少林道习技，后来反清呢他失败了，后来就在华严寺出家，他由于看到螳螂步时得到灵感大启发，就创出了螳螂拳。螳螂拳就分几家嘅，有一家嘅七星，广州能够打七星螳螂嘅咧，就全靠一位先贤嘅贡献。佢就喺上海精武学咗螳螂拳翻嚟，喺广州定居，就将螳螂拳带嚟广州。咁啊，另外一家就梅花螳螂，梅花螳螂就系先贤包公英师傅。他就在香港那里教武，有一位先贤叫做方耀慈，在香港学了包公英的拳术，回来就将梅花螳螂开枝散叶。现在螳螂拳会就由两派组成，一家就七星，一家就梅花，大家可以看到七星和梅花螳螂拳的精彩表演。想继续看下去呢，大家可以继续欣赏。好，继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精彩继续，有请我们广州市武术协会的武术学会的这个朋友们继续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有请。好，行到先喺台上呢，为我哋好似当年文化风云讲古咁样，即场现场同大家睇下呢个绝技，好绝技。小朋友表演的呢，
赞降龙天匕首，乃至系降龙拳嘅先贤郭子石师傅，佢自己创咗嚟嘅，集中咗降龙拳嘅精华，摆上嚟嘅刚劲勇猛，有斩钉截铁嘅气概。嘿，咁呢位小朋友好嘢，佢曾经啊喺省市比赛获得名次嘅，获得奖项嘅。嗱，大家可以睇到啊，佢发拳可以刚劲有力。嗱，仲有一个国中嘅降龙博士，咁啊，接住落嚟咧就两位女运动员，一个就玩枪，一个就耍剑。枪就白兵之造，练枪比较系困难。有一位运动员咧就系打剑，有一句说话：刀出如猛虎，剑步如飞凤，打上嚟好似飞凤一样，身体好灵敏，好敏捷。咁嗰位玩枪嘅运动员咧，枪出一条线，同棍个风格唔同。嗱，两个打得好平均啊！
力是行开，一出手连中五下，所以叫做梅花狂龙。咁梅花狂龙嘅气械，呢手就系梅花狂龙嘅太极刀。有说话刀出猛虎，剑舞飞凤。咁呢个几位小朋友咧，打上嚟好似猛虎一样。中刀真系难得。
左轉右前，前鼓後仰同交，閃避對方進攻嘅手法，舉法無視度。KOP 方位，勇馬橫行嘅格鬥氣息，又有栩栩如生、形象優美嘅藝術性。上場嘅係集體梅花防龍太極刀，太極刀嘅特點下面勇猛快速，氣勢逼人，剛勁有力，如猛虎一般。場上三位運動員都曾以梅花防龍太極刀多次獲省市各項武術競賽名額殘紅，全部獲優異成績同獎牌。